我觉得这种反差还是比较普遍的，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来说，这个房价的问题一直是很困扰的一个问题。这个目前北京呢，尤其是这个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这种一线城市，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，还是对我们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。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反差也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对，我觉得公司能够承担这个住宿，会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的这个住房问题。因为现在无论是自己找房子，还是这个中介帮忙找房子，都是很困扰的。自己找房子是没有合适的房源，然后中介找房子呢，经常被骗，面临这个二房东被赶出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，所以公司能够给提供宿舍，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这个困扰。